完了，你是彻底把二楼得罪了。大伙儿看啊，这是一家，一二三四四楼的，看着没？装修的这个闸子啊，直接从这四楼装上带着，直接往下漏撇啊。二楼现在这把回窗一户楼关也上没了，跑。啊，你看一楼也关窗了，这多吓人，咣咣的啊！再说了，这么扔也不怕把这个车给砸坏了。是不是有哎呦点我，太过分了？一扔，我这心都一颤一颤的呀！你说哪有这么干的？太冷的呀！看啊，你瞅那车砸的都直颤呐！不是你要摊上这样的邻居装修，那你得老遭多遭罪呀！要我呀，我家邻居要有这样的啊，就装修的时候就搁楼上直接往下扔啊，咣咣的，那我肯定找机会堵他家锁眼儿去。你看我治不治他就完了，太气人了。